再来是僵尸少女，好可爱哦，她那个短一短一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可爱的音乐游戏，这叫做 Mew Stage， 喵斯快跑。好，这是一个独立工作室制作的音乐游戏哦。读取画面是三双腿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角色之一，你可以用腿来辨别出他是开场的哪一位角色呢？这边呢，很多歌曲会随着等级慢慢开放。那目前我打到一个比较好听的是这首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来喽，它的音乐呈现方式还蛮特别的，是有点像打怪的感觉。好，它的按键其实只有上跟下，那我们就是要瞄准打怪，然后还有一个陷阱要闪开，锯齿要跳开。好，所以这样子的感觉，虽然按钮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像锯齿就是要闪这样子。然后之后呢，还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，可以上下，然后跳来跳去。然后光看左边角色就很像在打怪这样子，但它是一个音乐游戏，很忙很忙，拿吉他在打怪。那重点是角色是有血量的，如果你 miss 啊，被敌人撞到的话会扣血，那扣血之后，血量扣完就输了，就直接强制中断。哦，那不是一般的音乐游戏，会直接死掉哦。哦 ，boss 出现了 ，boss 来喽，嘿，好。boss 出现会比较难一点，就是进入副歌的感觉了。哦，有一个隐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上面有一只鬼，隐形的。那你大概要抓他的时机。哦，打到了。你看那个 boss 会冲过来打你。嘿，这要一起按着。OK。嘿，哦，我现在都没有断。哎，幽灵有打到。OK， 他要来了吗？还没。幽灵来喽，打到了。他速度会比较快，你要抓他的时机。打到了，连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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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踹他了66下，大力打他66下。哦 ，Four Combo， 哇、哦，好像很强。我第一次 Four Combo 哎、欸。我只是随便打，第二次打，好，还不错哦。那我们现在 Great 26次，好，准确率92，不错啦。那随着等级慢慢上升呢，你可以解锁一些不同的东西，像是哦新歌曲，哦这什么歌 ？Pancake is love， 松饼是爱是松饼，松饼是爱。好，那这边会有一些收集的相片，这应该就是解锁特别 CG 吧。那像这个呢是新角色，这也是有解锁新角色的哦。他角色目前我们一开始的是零贝斯手，那右边呢，零问题少女，他这边变成不同的装扮，有点像 skin 的感觉。那他的技能也会不一样哦，像是我们零的话原本是血量比较多，多50，那这个则是Greater 可以转化成 Perfect 的判定哦，所以这个分数感觉比较高。然后这个呢，自动战斗，梦游少女，这自动战斗，这样还可以玩吗？有点猛哦，零兔女郎，哇塞，这个2D 做的好生动哦，生动的 2D 感，兔女郎哦，大家应该很喜欢。那这个是满生命值的时候会加分，打中。敌人，隐藏敌人跟跨越障碍会加分。再来呢，不同的角色布诺，他是一个小学生。好 ，Fever 状态会进入无敌，好，所以就算你 miss 也不会受伤。布诺偶像，我这晃的好快，这太晃了吧，超晃，他超晃。好，那每通过一个关卡，经验值就增加，超晃。再来是僵尸少女，好可爱哦，他那个短一短一的感觉。他那个 Live 2D 太生动了吧，好可爱。那生命耗尽的话会进入15秒的濒死状态，那濒死状态结束就没有获得爱心就会直接死掉，所以有15秒的复活机会。好，再来呢，华服小丑，总感觉他角色就是最后一套 skin 啊，就会露出度特别大，看起来越那个大家越喜欢。好，这个是 combo 数60、70以上得到更高的分数加成。
再来呢，哦，玛丽加新角色提琴少女，这有点像提督的感觉，就像那个叫什么提督，对，有点像司令官的那种感觉。连级低于100的话 ，Miss 也不会中断连级哦，这不错哎，就至少可以连到100，这个还不错。女仆装哇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那个裙子的飘动是怎么回事？这不自然的抖动到底是怎么了？生命值不足100呢？他会哦获得爱心的时候会补比较多，然后还进入无敌时间，好回血型的。再来是魔法少女，这个屁股在扭扭扭，这个内裤都露出来了。Fever 的累积速度增加20%，那 Fever 进状态之后，你的钱也会分数也会大增。再来是什么？小恶魔，这是最后一套了。小恶魔装，好，小恶魔装攻击中敌人的话会得到25%的分数，但是呢，每秒10点流失生命值，哎，这会死掉吧？感觉很难，这是最后一套角色了。那除了角色之外呢，还有精灵，这应该是每个角色都有一个自己的精灵的感觉。好，它会应援 ，Fever 加强2秒，有点像被动技能的感觉哦，安吉拉。它好像一个小天使，头上有小天使，小翅膀很可爱。那受伤的话会减免伤害。好，再来呢，好，这是什么塔纳托斯，很像一个死神的感觉。受伤或获得红心就会无敌2秒。Labot 233可以将3个 Miss 转为 Great 哦，这好好哦，就是你 Miss 太多，它还会变成 Great 哎，这太好了吧。然后呢，小护士。生命值不足50的话，会帮你回血哦哟，还不错哦，回15秒，可以回150哎，萌萌的小女巫。FIBA 状态集中的话，会额外的增加分数。OK， 这是各种哎，还有哎，再来什么？刚刚有一个小龙女，当主角击退 BOSS 的话，会得到更多分数。好，莉莉丝，这是。加5%哦，然后同行之后还会恢复2点哦，这是吸血用的，会吸血，所以要搭配我们最后的那个提督的吸血鬼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来玩一下新歌哦，这个 Pancake， 哎，它的作者是3R2，我好像有印象有看过他，就是 Demo 啦或者 Status 啊，好像蛮多流行的歌都是他做的，来玩玩看，应该是一个厉害的乐曲家。来喽，我们目前只有这样的难度啦。大醋哎，大醋我可以玩吗？好像可以哎，我们来挑战大醋吗？哦，要 A 以上，要先过这个。大醋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像触手，就是音乐游戏很厉害的那种感觉，在这边就是很难啊，大醋啊，试试看。来喽 ，Pancake。也是一个鲜明的歌曲，快节奏的歌，轻快的歌。可是他敌人都很可爱。哦，这个要打，哦哦，顾着打，顾着连击 ，Fever 了。好，都没有在抓节奏，就是感觉流。玩音乐游戏都是靠感觉的，就没有在记谱面，没有在刻意要达到 perfect 这样子，就是忘记按了，就是看到就打这样子，就是靠临时判断去打这样子啊，按太慢，哦，来喽！这是什么？哦，一台车，南瓜车吗？哎呦，哦，有补血的。哦，来喽，来喽，他开车过来喽，击退了。有时候击退敌人也不是结束，又进入 Fever 了。哎，又来机器人，连打连打。哦，节奏有点不太一样。
今天都打完 BOSS 就结束了，有的事还不会。OK， 简单获得个 B。那目前没有新歌，来看一下这个，它算是主题曲吧，在开头的画面也是这首歌。好，我要认真哦。第一首歌，但是难度有四颗星。它这个歌呢，包含日文啊、英文啊，还有中文，它的歌曲风还蛮多样的。闪过一个锤子，吓我一跳。那锤子应该是要闪吧？可是我好像断 combo 了，为什么？是要打回去吗？突然一个锤子有点吓到。啊，这样我的 full combo 就没啦。好邪恶的锤子啊！关算是没有扣到血，但是没有 full combo， 少一个吧 ，miss 了一次，就是那个锤子啊，那个锤子太邪恶了。好啦，那是我们今天简单试玩的这个 Muse Dance， 那它的歌会随着等级慢慢开哦，一直开到50等，所以歌好像还蛮多的哦，后面每两等都一首，有点多，可惜不能先偷听，然后也看不到它的那个图，看不太到，好多歌。歌曲量算蛮多的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